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欣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各位朋友，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角现场，我是陈凤欣。民国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号，星期五，周末到了，哇，已经到了七月底了。现在已经是早上七点十三分零秒。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非常的类似。那么北中南都会下雨，只是下雨的形态是不一样的。那南部地区呢，要特别注意，因为西南风的关系，我想过去这几天都已经感受到，从清晨一直下到晚上，所以。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下雨，好，所以南部地区呢，持续性的，那么这个是降雨啊，而且每一天的降雨量大概都有一百到一百五十毫米，好，这是南部地区。 中部地区呢，相形之下，它就是间歇性的阵雨，虽然也不是午后，但是呢，它的降雨的时间不会拉的那么的长，通常都是短暂型的间歇性的降雨。那至于在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呢，它的主要降雨形态呢是午后的短暂雷阵雨，所以它伴随着呢是中午前后的高温炎热，而午后的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雨。好，所以呢。 北部地区、东部地区要注意的是午后雷阵雨，而中南部地区要注意的是持续性的降雨。那么，嗯，在这边要特别提出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天气风险公司的总经理天呃，这个呃天气达人呢，这个彭启明彭博士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西南季风所形成的一个这个大的气候范围。现在看起来，这整个的西南季风呢，正在往台湾前进，有可能到周末的时候，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 南部地区的降雨会达到西南气流。那么，在气象学上面，西南风跟西南气流它有不同的定义。总而言之呢，西南气流呢，它的降雨就会。 很持续性的，而且呢，它会持续大雨，就是那一种一分钟十毫米啊，然后这个一个小时呢，这个几十毫米、六十七十毫米的这样子的雨势，可能会连续下个不停。那这样子累积的雨量，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淹水，甚至于成灾。所以呢，南部地区在周末的时候，礼拜六，现在看起来从礼拜六的下半天。 到下礼拜一要注意西南气流所带来的大雨、豪雨、豪大雨啊，那这特别的小心了。好，那在今天当然还不是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央气象局的预测：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高达百分之七十，白天的温度是三三二二十呃二十七到三十五度。 而中部地区呢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百分之五十，白天的温度是二七到三十三度。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高达百分之九十，白天的温度是二七到三十一度。东部地区还有澎湖地区是多云到晴，降雨几率百分之二十，白天的温度是二七到三十三度。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宜兰。 花莲二十八度，台中、台东二十九度，台南、高雄、澎湖二十七度。这里要特别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呢、啊，因为，嗯，其实我们我们的印象当中都觉得台风才会带来大雨、豪雨，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大一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端午节啊，曾经呢。 就北部地区呢降下好大雨，那时候造成了，就我那时候是在正大念书嘛啊，造成了正大那附近啊，都一片汪洋的这样子的淹水，淹得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整个学校像个河流一样啊，那么很多的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都还必须要同学们这样子划船，然后去送这一些餐点呢、啊。那么当时其实没有任何台风。 就是西南气流，所以我后来对于西南气流所带来的大雨哦、喔，其实是保持着高度警戒，所以特别要提醒南部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道上 35,。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一百五十三点，收盘指数是三万五千零八十四点，涨幅百分之零点四四。纳斯达克上涨了十五点六八点，收盘指数是一万四千七百。 七十八点，涨幅百分之零点一一。 S&P 指数上涨了十八点五一点，收盘指数是四四一九点，涨幅百分之零点四二。费城半导体则是上涨了六十点八零点，收盘指数是三三三三点二四点，涨幅百分之一点八六。那么美股呢上涨，即美国昨天公布的经济数据都不不不好，但是呢反而是上涨的。五大科技天王呢是涨跌互见，苹果上涨了百分之零点。 点四六，脸书因为公布的财报虽然优于预期，但对第三季的展望呢，提出了一些警告，所以呢，脸书的股价大跌了百分之四点零一，也拖累了纳斯达克的涨幅。阿帕贝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二三，亚马逊下跌了百分之零点八四，微软则是小涨了百分之零点零九八。那至于在台股的 ADR 的部分呢，涨多跌少。那么台积电的 ADR 是上涨。 百分之零点九四，不过红海的 ADR 下跌了百分之一，日月光的 ADR 大涨了百分之六点三三，联电的 ADR 大涨了百分之七点六，中华电信的 ADR 则是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六。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呢？那么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一点二三美元，每桶的报价是七十三点六二美元。 涨幅百分之一点七。北海布兰特原油十月到期的原油期货呢，上涨了一点二三美元，每桶的报价是七十五点一零美元，涨幅百分之一点六七。芝加哥黄豆期货上涨了十六点七五美分，涨幅百分之一点二三。那么黄金的部分呢，则是大涨了三十一点二零美元，每盎司的报价是一千八百三十五点八零美元，涨幅百分之。 值一点七三，实际上昨天的讯息对黄金期货都是不利的啊，包括呢，联准会呢暗示央行在未来几个月可能缩减它的购债规模，以及世界黄金协会 WGC 呢公布他们的报告，是在上半年的黄金需求购买量其实是减少的，但黄金期货呢反而是大涨了三十一点二零美元。好，至于。 在白银期货的部分呢，也大涨了百分之三点六四；铜的期货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九三；钯金的期货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七八。而美元指数的部分呢，则是下跌了零点三八个百分点，来到九十一点九零五，这是六月二十九号以来的最低。那至于在欧洲三大主要股市都是上涨的，英国金融时报百分股价指数上涨了六十。 一点，涨幅百分之零点八八。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二十四点，涨幅百分之零点三七。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七十点，涨幅百分之零点四五。好，其实呢，嗯，回到今天的早报新闻，美国昨天所公布的经济相关的数据其实都不好哈。那么，美国公布去年呃，公布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年增率只有。 百分之六点五，这跟华尔街日报呢，它曾经调查经济学家对于美国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平均是百分之九点一。哇，这个差距非常的大哦。原本那呃本来的这个分析师的预期呢，也有百分之八点三以上，结果最后的数字呢，只有百分之六点五。 这里面呢，在结构上面了，消费者表现的是最为亮丽，消费者支出呢年增率高达百分之十一点八，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报复性消费真的在美国的四五六月已经看到了。那么，但是呢，包括了政府支出，还有包括了住宅投资以及存货投资。 都不如预期，所以你看到的现象，看到最后的结果呢，是消费者这边呢拼命花钱。 支撑了经济成长率，但是呢，相关的投资，不管是库存投资或者是其他的投资呢，没有跟上，所以呢，实际上面的成长率只有百分之六点五，远逊于预期。而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一个储蓄率的部分呢，也从百分之二十点八下滑到百分之十点九，这也佐证了这个消费者呢大量消费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第三个呢是。 在通膨的问题上面呢，是很严重的啊。那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就第二季而言的话，跟去年同期相比，年增率高达百分之十一点八。当然，这有积极效应，因为去年第二季是最糟的一季。那么，不过如果用 核心 PCE 指数，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来看的话呢，是年增百分之六点一，所以扣除掉了原油，扣除掉了食物的因素，那么年增率也有百分之六点五，所以通膨的问题仍旧严重。好，这边呢是看到经济成长不如预期，而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的是就业市场的改善也不如预期。上周初次请领失业救济人数四十万人。 虽然要比在前一周稍微的减少了两万人，但是呢，这个比预期三十八万人减少到三十八万人，还是增加了。 尤其是连续秦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呢，三百二十六万九千人，这也比预期的三百一十九万人要来的多，非常的多。好，所以这我们看到经济数据不如预期，但是这样的经济数据呢，反而让市场解读联准会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走向比较。 这个紧缩的货币政策，所以呢，在前一天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当中呢，他们。 对于虽然暗示说未来会缩减购债规模，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程，我们就看到市场呢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太能解读联准会到底偏鸽派还是偏鹰派。等到经济数据出来了之后呢，确定它非要继续的走鸽派不可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的是美元指数的下跌，黄金的价格上涨，然后原物料价格的上涨，同时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已经下滑到百分之一点二六六。 然后呢，以及美国股市的上涨，这一些呢，其实都跟它其实反而不好的经济数据，使得联准会被迫必须要继续的走向极为宽松。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黄金的需求哦、啊。 事实上，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报告，今年上半年 （2021 年上半年）全球的黄金需求量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百分之十。 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机构投资人投资黄金的兴趣信心呢开始急剧的往下滑，所以一边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二季的数字，是金就是拿来作为装饰品的这些黄金的需求是有回升的，主要的中国大陆跟印度的消费正在回升。那么。 第二个部分呢，但是在投资 ETF 的部分则是大幅度的减少，所以使得呢，今年的上半年的黄金投资减少百分之十。那么。 这个呃，看到这个明显的这个现象，但是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黄金期货反而是上涨的。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大陆在这个钢铁的这个部分呢、哦。那么因为呢，现在原物料价格不断的上涨，为了控制物价，大陆呢，即五月一号当时呢宣布取消了上百项的钢品出口的退税，好，就等于是那就等于是没有这个这。 增加收入就减少他的这一个这一个这个这个补、這個、助优惠哈。那么现在呢，再一步的宣布，从八月一号，也就是从礼拜天开始，包括了刚。 钢轨，鋼軌还有冷压钢卷等二十三项的不同规格的钢品取消出口退税。那这个对于吃紧的国际钢铁市场来讲呢，势必又增加了这一个需求减，呃，这个出口，呃，这个投资，呃，这个这个呃呃，这个属于它供给减少。对不起啊，属于供给减少，而且同时呢，对于出口。 这一个高纯生铁的暂定税率呢，从百分之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落铁的部分呢也從，也从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好，所以这个对于钢品的供给会产生吃紧的效应。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武汉，武汉的打房呢，现在寄出了一种新的这种模式，叫做呢，必须要去申请房票。 那申请了房票之后，才能够去买房子，而且有一定的期限。同时呢，你登记了一套房之后，你就不可以再去登记第二套房。 所以呢，这个是打草房呢，大概最严格的措施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蛮值得观察的。好，不过呢，沪港股呢，昨天其实是非常戏剧性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最近呢，中国大陆对于网络平台还有包括了教育类股呢，频频的出手，导致投资人已经信心丧失。那么，不过呢，在前天晚上呢，那么这个大陆的证监会。 紧急夜间召集国际的投资银行开会，然后呢，强调所有的政策其实都是属于个别性的这一个整顿，而并不是要打击资本市场。同时呢，并且强调中国大陆呢会继续的允许这些公司可以在美国上市。好，那这个打消国际投资银行的疑虑。同时呢，官媒包括了新华社，还有很多的证券相关的报纸呢。 从午夜开始就发文强调，那么整个政策呢，其实不是针对资本市场而来的。好，这个消息传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看到昨天上证指数上涨了五十点，收盘指数是三千四百一十一点，涨幅百分之一点四九；深圳成指更是大涨了四百二十四。 八点收盘指数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五点，涨幅高达百分之三点零四。受创最重的香港恒生指数更是大涨了八百四十一点，收盘指数是两万六千三百一十五点，涨幅高达百分之三点三三。其中的。 科技类股的涨幅呢，更是大涨了百分之七。好，回到台湾的部分呢，台北股市呢，昨天呢是开高走高，最后收盘的时候呢，上涨了两百六十七点，收盘指数一万七千四百零二点，重新站回了季线，涨幅高达百分之一点五六，成交金额萎缩到四千六百八十七亿元。在结构上呢，三大法人全数的转为买超，包括了。 外资呢是买超了一百九十一亿元，投信买超十二点六亿元，自营商买超了二十一亿元。那么在盘面结构上呢，这个货呃这个航运类股呢，那么转强，而且涨幅相当的大。